小谷冈草埔这片空地上，中间有一个从很早以前就有占地很大的公用防空洞。每次下雨积水的时候，小孩子常常被大人叫去清理里面的积水。有时候我也会把抓来的青蛙放到里面去。今天单号共匪那边又很准时的打宣传炮，我们和邻居都很快的跑到这里躲。今晚炮声很近，洞内挤满人，都满到两边的洞口处。等到炮声远了，人才慢慢少了，我们小孩子也才有空间玩耍。中华民国61年11月1日星期五晴天。